你放心，俺用俺胸前那一包装，那一包装，来给他们好好好好创业快事来好好做你呢。好，你拿好走你，亲爱的阿爹，生意发生了快事上，给你拿去，家中事情由来，你就不用想了。什么事情？谁管了你？有你还会嫌贵的姑娘，生意就交给你，快点，不然你白给费。很紧张。
买哪里有票，输了买，你们买赚钱呐、啊！太好了，母亲在天之灵有保庇，天风最好了，有钱先吞在你快心上。走。快快的来呀，阿妹，让阿爸太叔赚钱呐、啊！当然啦，我的办公室好啦。你看，就是咧当经理来了后，阮在咧心理计划好个咧。聪明，阿神你哦，甲董公司一点银行，吼、哦，从头店满眼，你敢要了要几点？阮都无请了，要到啦。啊，若要来就未来啦，免咱办遐事啦。啊，出来做毕业嘛。好啦，有人甲你应声，个无人滴个呢？无人，无人。啊！干咩见风嘞？创啊！紧张个，面对啊做嘛？啊，唔系啦，我想讲，可能老爷奶奶有一场误会啦。以前可能看唔惯上啦，后生人血气方刚，气泡泡哦，难免啦，心嘛脑转旋较好，咩咩脑多。所以今日来到边呢，我想讲，我老爷奶交只朋友，还有因为我对下来，我唔是讲你我不能做条路，物个都做衰个唔得。唐公亚健，金牙太祖殿，唐公生意不错呢。哎，愿意，我表下承担，啊，大致得位。人家万创高了穷带去，希望金牙太后家可以顺利来建房。第二位呢，我今天为董英芬来做事呀。哈哈哈，放心，我了上何尚的人，假人假福气，既然高些事情你老王来，一通无愉快的。你个放飞了，也哈感念他个做好朋友，好无？好在见见太条家，真见哦，出三飞人哦，无空调，啊有面子的多，年纪年龄都矮，矮子矮子，老伢来的吼，啊，希望伢来出。我笑呢，我数数呢，我老爸讲两句啊，但是要火烧，社会上的规矩嘛要照顾来，唔要来花钱呢。哦，好啦好啦，更加太少呀。那点呢？可能降风以前哦，啊，几条几尾的蔬菜，那有讲法得吹之处，那有看唔上嘅地方，才是多多原谅啦。平平安的，来村外人啦，唔就照顾一下村外人靠朋友啦，对不？还能靠家人啦。啊，希望啊，金玉堂金少爷，希望可以买面食本来，啊，能带人来收留我呀。好啦好啦，你回信咧，问我甘愿咧，问甲你心意客出来咧。回信咧，你甲人回，头唔该点较低咧。金少爷，好啦，建国，金少爷，既然阿弟阿汉冲啊，次次让你反对，次次让你排斥啦，金少爷。来看人看唔错，最好还阿卡路诶。现在我是头家阿囝，你是我的员工，员工苏太太放较低咧。爱听爱听，啊，我员工，你系少爷，当然就有差别啦。我见落钱庄，你当然必买东西哦，差唔多。好啦好啦，排水啦，拉啦。误会啦，对，只要你讲未变就好啊吼。其他哈都抵唔出咯，既然地产变咧吼，也哈了解意思，哎，你一定了啥？好度量，就数下来，有事情吼，那就搞本人哈，看人家做嘛上色，你就去了哪里搞？阿爸看人诶，我听到啦，佮华西人哦，我上门口诶啦。唉，有眼不识泰山呐。出门前来，从后面不敢动你，从后面听几步啦。那就因为出自你好心，从阿帮忙配上，因为用气口讲，有本人小人唔好，就从阿误会啦。哎，要可以解决，莫急啦。从从，嘿啦，放心啦，我这人就不等你啦，别跟你计较啦。好啦，阿唔该，要上我倒来头路，我想的是解歹哦。唔要紧。啊，你成日咧冲三位啦吼。啊，总讲一句，既然我愿意，愿意识古为法来到边呢，总讲一句，有钱好穿，来物件来做外租，你只要你是，外面冇要紧。真简单啊。
你的脚手袂歹，还佫有功夫嘛。你嘛生在荒芜的所在，却是酒店呢。真侪人啉酒时拢会乱输，你着伫我遮给我做卫士的。做着做着，你听讲酒店的所在难念呐。哎呦，当你十九岁掉香，那九岁掉香，今天来这么事情给唔得，还来做大出事。做着，那你去做海报。只要钱，我人派来做第一呢。唔呀，钱较高调的，钱较多调就好个啦。来，爱钱恁恁。我老爸有讲，爱好啊招待你这个兄弟啦，吼。来来来来，头一届人阮当做生意，莫讲我做少年，我无法当，袂晓照顾细汉。来，嘉泽，好啦好啦，来来来来，你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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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唐公要给钱，最后穿，也是我家还用是来的呀。阿伯，今日坐咧是要偌久啦？无啦，无啦，迄人好啦吼。陈太爷，今仔日你头一工来阮家上班，应该要上班，你现在从来唔干错啊？放心啦，你来阮家第工上班，我对你较好。感谢，望你多多照顾啊。阿唔得济。哦哦哦，错，等我一下啊。遇到穿鞋。他袂困，奶奶不跟他不用讲，袂动。陈太爷，你先来咧，菜条的吼，看别说菜，像恁多多志高，恁用买唔做下来讲。免讲我坐，就捧水在道理，罚三杯，三杯，阿无咧，来酒量唔好。在你酒量歹啦，一杯也无遐多啦。好啦，洗面佛，来顶下面冲啦，天杯，来让你金太阳，让我飞死你。小雅，有心就好诶，点到为止。我爱秀金山哦。小雅，好的啦，好啦啦，你就因为唐公要分分钟的素材，鸟花钱最后穿，你就因为数条东西，也无出钱，来一笔钱来组装，来我来当鸟花来赚钱，来，够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阿恁这是兄弟对不对？哎，说你较济，我阁有真好康要招待你，来来来，坐，坐你坐啦吼，坐。来这小姐，这是我的大人客，甲我按来一个。太难了，我不要你了。
爱却记得他。
想起阿公底下的事情，终于兄妹已经见面了。怎么样？阿公痛来着？阿公都快不住，紧紧看爹们的穿身，还让我看得快快来输赢爹们的白唱呢。我是你兄，唱，你是我哪里啊？唱，我叫做陈建明，你叫做什么？陈建峰。你先听我，我是你的小妹，你为着纪念我，你都不顾，就算是要血债三个人，你还要来跟伊斗三工，我起来变做安尼想，都是你害我，全部都是你害的啊！是大家可以帮助，阿公你不错的，有很多事情，你看的事情，你的现在办多少菜，你那边来罗马来讲，那个运动员英雄救命，兄弟，当初是。救你来害我的阿公，我已经吐到要命了，你的传声，你还在要卖人中，那都敢念，哼，阿公做起基本好，阿公痛很久，阿公的很辛苦，阿公要卖不中的给你，看你不能欺负，阿公依然不错的。孟南通，你阿公要把你弄废出去，你系阿公要把你弄派出去，你讲，你讲一句，阿公嘅天会顺你，当初是阿公冇救你，我哋徒弟要为难，冇顾到你自尊心，堂堂就死埋你，也没有爱你唱，是过年以前，才来顺天。阿爸的阿妹吐你走，跟奶奶还不拧上眼当走，奶奶怕也已经累死耶，老妈你怎么错怪阿公啊？阿公那个人听你的话，我做错了就吐你。哼，要恨哪样做的？恨老板要做的？望着阿公要买走。哎呀，可以吗？不相信，等等。哎呀，小妹呢？红要送小妹入火车呢。等等，等等，还出来了不是？要找你小妹送，唱。酒店的规矩啦，你若怕恁爸过，要带十个八个在你带啦。金玉堂，我去不明通天哦，我去见泰山哦，终于来兄妹见面呢。你们自私，我为到你呀，给个神力后，啊，冲来龙脉脉冲，得个趁钱。你是我们尊重一下，是过年纪了，兄妹好不容易见面，土地就会应该的。啊，你做得又不错。你刚才啊，是安怎我会叫伊来陪你？做嘛事？因为我早就调查你的身世，我知伊是你心爱的，我知你是阿兄，你破坏我的好妹妹，所以你别调侃我啦。你看我今变到的是，骨骨上坦白的，恁爸给恁设计啦。金玉堂，就对了。原来人家别听你声音，用心的，用心干的行事多，来关怀到安吉菜多，如今来陈家风，没暗号欺负。Thank you.
要跟你敬酒，因为人老饮酒就无体力，我无可能和你做好吃困。唱的应当，然后去报官，我爱伊，去给人破碎，无使调出来。啊，用来家己来来作品。好王爷出话，准备啥款？真好吼。我要你下外，付出相当的代价。你敢知影？我唔那伫咧开酒店的，我唔那伫咧招私贩毒，我搁伫咧贩卖人口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三毛囡仔穿着七个米呢，恁爸甲你生性啊？我要你离开家，你爸甲你爸去换羊赚钱，那你这个行为去换羊嘛赚真济钱。